新北市啊，相对于其他的直辖市来讲，在表现跟市民的满意度上，是相对是比较落后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没上阵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急着出招，讽刺朱市长的施政不太妙。原来躺着选的小英是否得站起来面对选情？点名新北、桃园将是热战区，就怕届时朱立伦一鼓作气在北台湾攻城略地。那地方都是人口非常多的地方，那但是相对来讲，民进党的席次是比较少。那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有开拓的空间。小英看准最强假想敌。周六连跑新北市四个场子，周日台北市竞选总部成立，绿营新北市议员更用力，绞尽脑汁想题目，每天都开记者会痛批。我们市长在哪里？请专心市政。国民党党主席大家也认为他做不好，现在还要再兼第三个职务总统候选人，这样子市政怎么做呢？一个人这么贪心，台湾是没人了吗？国会绿营立委也加入战局，从党中央、市议会到国会三管齐下，围堵朱立伦计划已经展开。2016总统选战交锋，民进党全党已经摆好架势，因应朱立伦来势汹汹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